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中国选秀节目创造101最近正在热播，不过却传出当中人气颇高的练习生孟美岐近日来频遭网友爆料她是同性恋，甚至在学生时期还私下约一夜情。对于这项传闻，孟美岐所属经纪公司月华娱乐31日发出严正声明，怒斥不实言论，希望媒体网友停止诽谤及人身攻击的行为，更表示会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孟美岐在参加该节目之前是男孩女子团体宇宙少女成员，自开播以来，她靠住两眼外表及实力受到不少人喜爱，也被视为最有冠军相的选手之一。此次被接连抹黑，更引来大批粉丝留言力挺，纷纷为她加油打气。孟美岐因参加创造101爆红，翻摄自微博，孟美岐近来爆料不断，经纪公司发出严正声明，怒斥不实言论。翻摄自微博，